安，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关心您。您现在收看的是运通财经台，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创意理财，尽在运通。欢迎收看股市将军。台北股市啊，今天攻上9900点，收最高9908，9908，记不记得我昨天讲什么？我昨天在本节目本时段有没有来？我说其实有投资本来问我说盘怎么看，那我其实是用两档股票来跟各位说明。其中我说我看了什么，一档叫全网全值最大的台积电，那我也跟你讲说一个跳空缺口，昨天收多少？昨天收190块。那我有没有在本节目本时段跟你讲说，哎，它这个位置191193会不会过？轻而易举啊，今天过了这个了哈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叫股王，我昨天有没有跟你讲大力光？有啊，无啊？我有跟你讲无？我讲你爱注意哦，你爱注意哦。我昨天是不是拿这个指标？我昨天是不是拿这个指标跟你讲说，前一波3540攻上来，是因为这边翻上来了，所以翻上来翻了一大段。那我昨天是不是跟你讲，我说不要让它翻上来，有没有？我有没有跟你讲翻上来会怎么样？会怎么样？我有没有跟你讲什么？这个什么？你看到了吗？你看到 I8 了吗？你还没有看到 I8， 你还没看到产品啊。所以股价还没看到成品，还没看到产品，怎么会是最高点？那我有没有问你说，哎，会不会过？会不会过？会不会过？昨天是多少？昨天是4665。你相信我的哈，你相信我的，你最少会赚350块，信不信随便你。我节目上有什么我就讲什么。其实我跟别人不一样，我一直再三强调，我不会说去每天准备节目，我要去拿什么。今天每天几乎每天都拿最强的，但是我只要侧标打得上去的，我要写的一定有啦，不用怀疑啦。老师真的还假的？这边你都会背的哈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新的，我们要锁定全新的股票。那其中这一档南茂，真的假的、啊？老师你哪有讲南茂？我也没讲，我随在你。其实我们在节目上，我所呈现的是说，当我在讲的内容，我讲的内容，如果我有预告，我有预告的话，那当然涨上来，那你认不认同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一定在节目上会有预告。先看一下 VC 好不好？因为有字卡，先给你看 VC 啊，我顺便找一下字卡，有没有预告南茂？有没有预告？一样啊，请导播重播这一段精彩的 VCR。好，那有没有类似这种股票？就是被什么？被外资卖过头了。我曾经不是只有这一档，我还有讲过这一档，有没有？我说卖不下去了，你错过上瘾。这一档有没有？哪一档股票？我也讲过哦，哪一档超重吧？你有没有印象？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也是一样？我说你错过上瘾。可是在这边的操纵有没有低档区的操纵被外资卖过头了，所以我们做这一趟，我们有做这一趟，对不对？那我要问你哦，我先给你看它的什么，它的线型到底够不够低，够不够低？你回答我，够低吧。先给你看这一张叫超级低档，好，来仔细看哦，也有新的哦，于老师有新货来了。底部越垫越高，这一样是外资，这个外资卖了8万张，卖了8万张，股价越垫越高，
股价越垫越高，哎、欸，股价竟然不跌了，卖了8万张，那这不是低档，不然是什么档？这不是低档吗？你看一下，你看懂 K 线吧？不低档，不然叫什么档？来，那如果是低档，你敢布局，那是不是大赢家？一定是大赢家。你看得懂齁？你有电话，电话在你手上，来电就有。电话在你手上，来电就有。电话在你手上，来电就有。我没有预告的话，那我讲你也不一定要相信于老师啊。那我有没有跟你讲说超级低档？我用了两张字卡，我用两张字卡来说明。这是我本周请你来，我说我找到新的股票，有些东西节目上我也不太能讲，但是我可以先预告。我说它超级低档，外资卖了8万张，在低档卖了8万张，有没有？诚如我刚刚讲的啊，你错过上影，你错过什么？超重，那这一档超级低档，你不要错过啊！为什么？那底部越垫越高，有没有？外资卖了8万张，股价却不跌。我有没有跟你讲，低档布局一定是大赢家？有没有说来电就有？来电就有。你刚刚看到的 VCR 就是本周请你来，有没有跟你讲来电就有？是哪一档股票？哪一档？一样，于老师的惯例，现场把它call出来。真来假的啊，来冒，一定有啦哈！我节目我都播 VCR 给你看呢、啊，那有些东西，请你也看到我微微的笑容，真本事啦，来啦，真本事啦，来帮我放大，谢谢。8150，8150，南茂，给我全图。我外资卖了8万张，股价却不跌，来电就有啊。那这一张呢，超级低档，这就现场call给你看哈。我很喜欢这样，我这种感觉好棒，我好喜欢在现场call股票出来给你看，那种感觉好棒，好爽，你知道吗？最喜欢这样做，因为我有预告，我也跟你看了 VC 啊。啊，你信不信我又没办法了，你不相信我也没你法度，是不是难冒？哇，这种感觉好棒哦，好棒哦，call的吼。哇，哦，赞，放大一下，谢谢。南茂，看一下吧，我再跟你讲更细的。你信不信？我可以跟你预告。你信不信？今天礼拜，今天礼拜几？今天礼拜五。我今天跟你预告礼拜一、礼拜二、礼拜三的报纸的内容，你信不信？我现在马上就可以跟你讲。你信不信？来，今天涨停板，今年 Q1 3块，股价多少钱？27块。今年第一季那也3块，那也3块。你要早知道，你要领先市场啊！你要知道别人不知道的、啊。下礼拜二，远期。美林的法说会会讲什么？会讲什么？下礼拜二21号，美林的法说，南茂会讲什么？先让你看哈。所以我说礼拜一、礼拜二，你看到的报纸就是我写的，一模一样。信不信随便你啦，今天礼拜五哦，我领先市场3天告诉你哦，跟你讲下个礼拜报纸会写什么哦。先看一下这个好了，老师是没有量的股票，看清楚哦，39000多张，39000多张锁了10000多张，今天收盘27块。余老师你是知道什么不知道，人不知道东西，我你看一下、啊、不用放大哦，不要放大，因为有些还没有公开的资讯。那我先跟你预告，下礼拜21号在远期，好，远期你知道吗？哈，远期你知道哈？美林法说会讲的这些东西，我要紧啊，先我你乒乓姐，你只要知道他会认列这两个部分，认列固定资产保险理赔的收入，这是第一项。第二项是认列什么？认列这个收益，上海宏茂微电子，他认列他的厂房跟设备，
处分的利益高达20亿，连金额我都跟你讲了，处分20亿，也就是说第一季会有什么3块，第一季的季增3倍，不得不让我臭屁一下啦！我都跟你讲，我都做我知道的股票啦，同学你。你哪知？你哪知？我有预告啊，这有 VC 啊，你来看啊，是外资卖，卖卖卖卖。那我问你啦，我问你啦，如果假设是你的老师，林老师哪看好这款图，咱也扛起来，咱也扛起来。你若加买，我随在你。林老师啊，干卖讲林老师啊，你若加买，我随在你。你安尼加买，你搞我骗，你搞我骗，你安尼也加买，老师呸，这啥股票？这会使买？啊，你可以预告，你来预告。啊，有低档不？我给你看了，我给你看低不低档哦。啊，你是不是低档？这是高吧？这是低吧？有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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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有啊！我都没有预告啊！我讲我自考都没有预告。我一个月前跟你讲啥？我一个月前跟你讲这個，有无？博成有无？有预告无？无自考无？你不爱信嘛？啊，当啊冲起来你就要信啊！你只要低你不会相信啊，那种低很低你就不相信啊，真的啊假有无？啊冲起来啊真的，老师真的有无？被遗忘的什么红价社会股，你当初你拢知呀？啊永杰有跟你讲无？3个礼拜前有跟你讲这无？你相信你嘛赚得到20%，上少你嘛赚得到20%。啊帅有跟你预告无？跟你讲九威无？我讲我这做过2趟，第一趟、第二趟，第一趟这個。这东西是讲这个，我预告这个，我讲以营收基本面，我讲威哥就怕哦，一概要去20倍哦。你不相信哦？因为股票代表一个股票的什么股性，他以前就很凶嘛，他以前就怕，以前就怕，现在不怕，我就跟他讲营收就好的啊，有无？啊，第一段，这是第一段，第一段咱谈的营收创54个月新高，大陆占比81%，这都有跟您讲过啊，有无？有啊。这是第一段啊，连71块，出啊，这第一趟啊，后面那几趟你自己去看，我没时间每天播给你看。但是我讲的我都有预告啊，我预告什么就做什么，我预告什么就买什么啊。我三月八不是上礼，我不是跟你讲说我要买这样股票，第一趟没有卖最高，不要骂我，第一趟最高71.3，71.3我卖71块，我卖小钱吼。这是扣讯，71.3，我没有那么厉害，我没有办法卖最高。第二趟又来一次，那是不是第三趟？你相信我的，你赚得到啊？那我敢写，通通赚钱啊！全部所有会员都在看，通通赚钱，通通赚钱。我今天讲完，你隔天去买都有10块价差。所谓10块价差，就是说你买几张赚几班。但是你跟我做，你一张赚10000，你会使买几张？你买10张就赚10万了嘛？你跟我做10张，不赚14万，6天26%，那不是很开心的事情吗？涨完了吗？结束了吗？这样就没有了吗？你觉得呢？我有时候暗示你哦，你每次我暗示你都不相信哦。我每次在暗示你很多东西，你不见得会当场会相信，真的还假的？真的还假的？我刚好跟你讲这支股票，我有跟你暗示不？有看白不？我跟你讲，我讲落在那个区块就不要乱杀。哎、欸，奇怪，嘿嘿，有无？我跟你讲这不？讲爱杀吗？我讲落在这个区块有无？啊，我跟你讲这不？我讲人拢无走，你惊啥？这42万几张，龙卷加30000张。到涨龙卷40000几张，啊！我甲你画这无，我讲加有无？啊，今仔日咧，我问你一件事情哦。11.35到收11.85，你只要知道这在搞什么鬼，哦？你知吼？你知你就好叫。盘中有低他不买，他偏偏老兄最后一盘8912张，买那么高，他是笨蛋吗？你觉得他是笨蛋吗？啊？他是笨蛋吗？你要做大同，你要做福华，你要来找我。那我先让你看福华，那你就懂了。我每次都跟你讲，谁会先上？不是大同会先上，
你要来找我啦，你要找正宗版的啦，来啦。是咪？你家看，你家看，我大概甲你讲，我拢甲你解释过，这段起60%，这一段的大同并没有涨60%，看清楚哦，我的手在这边哦，你看大同哦，这一段的大同没有涨60%，没有涨，是后面才涨，但是我1月19号才跟你讲，有没有？那你注意看呢、啊，这一段大同没涨，可是它都是领先，它都是领先涨的，那这一段呢？这一段大同在修，你注意看，是不是安呢？是不是安呢？啊！来，你注意看哦，你注意看哦，伊过来啊，伊过来啊，细汉过来啊！啊，我问你，那你认为呢？然后上去，然后就没了，然后就被你们开始蹂躏，被你们去放空。现在40000多张，那外资也没跑，然后开始放空，放空就开始要破底，然后就什么？我没预告，有没有公开讲？有啊。你要跟我做了啊？你都以为，老师你是不是就讲这几档？我讲好多档哎、欸，这有没有创新高？你如果长期收看于老师的节目，有没有创新高？刚好你绕回掉，老师这大哈大机哪会去？今天有创新高不？有创新高不？三商，你老定在看我的节目，我有讲过，我只有跟你讲不？有不？啊是创新高，啊结束了吗？你要跟我做啦。我的股票如果没有相对的把握，我不敢讲，因为我都做我习惯我有把握的股票，所以你跟我操作会很放心。就像我这个礼拜有推荐我给我们会朋友一档股票，殖利率非常高的这样股票，会朋友你在收看了、啊，我有讲北财你来找我，我是不是这礼拜给你推荐这样股票？我说殖利率非常高，有不？有跟你讲这支不？有跟你讲殖利率不？有跟你讲这支不？节目上真的有时候没有办法，我没有办法每一档都跟你讲，没有办法每一档就跟你讲，就像我这个每天跟你讲，每天跟你讲，每天跟你追踪，我等下做人就给薄呀，给薄吼，你拢最爱听迄涨停板的我，大家拢乒乒叫涨停板，大家拢咧涨停板的，啊，我咧正宗版的有预告的，有无？有跟你讲这无？有无？有啦，有跟你讲啦吼，啊有走无？啊，想要搁增加276张，本来就增加231张。已经买到紧绷啊，够买啊！我有什么现在剩不到500张？我告诉你，融资剩不到500张，买完。哎、欸，我很多字卡呢，我不是乱写，你都有乱写哈。来，这是第一段，我们赚到的哈，30%、40%，好啊，这个，哎、欸、来未来，谁在你啦哈？我当时跟你讲，杨晨你买我还相信。啊，会不会走大恩？会来不？会来不？你跟我做了，我都用同样的方式在带你们操作啊。那我还是要强调哈，我们近期锁定的新的标的，你要跟上，因为我说过，我的股票通常都是领先一个月，我的股票一定是领先一个月，所以说你来找我，一定是买什么？买锁定好的股票，我的资讯一定是领先在一个月。诚如博成在11、12块，你不相信涨上来，你现在就开始追，有没有？转亏员大家在讲什么？今年要赚几块？你来问我比较快了。来，我们说这是新的，这礼拜三的走势为什么拉？因为这些二月营收，哎、欸，二月年增是100%以上、欸，哎，一季又赚比一季多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有新的产品，这我都讲过，整理18个月。礼拜四为什么要拉？这也不是我拉的。啊、今天呢？这谁拉的？这也不是我拉的。那我先跟你讲，这是 i7，接下来还有 i8。你去看你的手机，如果你是用苹果的手机，你去看你的手机有没有耳机孔？有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 ，i7 就没有耳机孔了 ，i8 也没有耳机孔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内容我就不方便讲。我都有跟我的会员朋友讲，我说我的内容哈，我的资讯。绝对是领先市场，就像我刚刚讲的南茂，为什么下个礼拜你报纸才看得到的内容，我今天礼拜我就敢跟你预告，我就敢跟你讲，包括我刚刚讲的处分的利益多少钱，第一季3块钱，那请问，那股价那么低，你觉得会涨到哪边去？第一季就3块钱，季增就3倍，这叫领先市场，你可以来跟我做哈。那我今天有一个。
你大概把中场资讯看完，因为我现在不能讲，好、哦，我现在不能讲。你把中场资讯看完，看完你一定要打电话进来。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大家马上回来。地震了，怎么办？一趴下，二掩护，三稳住抓住桌角。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想不想成为赢家？你自己决定哈。于老师永远领先市场，我一定都有预告，我一定都有预告，包括我所知道的内容，下礼拜的资讯。为什么我会领先市场？因为我知道啊，所以你要跟我做啊。那今天这个活动，一个月基本费，一个月基本费，就这三个数字，你要来问，你要来问问看。而且一个月的基本费服务你到七月，一个月的基本费服务你到七月，请你来电02-2365-9333，02-2365-9333。制胜关键，您需要领先的资讯，精准的分析，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。大来国际投顾，请直播02-2365-9333，02-2365-9333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Choose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。走得越远，就越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。你还记得你小时候曾经梦想要拯救世界吗？想改变自己吗？那就朝向世界出发吧。欢迎来节目现场，来，我希望小资族来找我哈。你有50万、100万，真的不要小看，不要觉得资金少是操作的问题，想尽办法来找我就对了。那每一档股票我都有预告，你来看一下，这是博成，我有预告，所以你一定赚得到，12块钱以下，全市场第一。那包括永杰，我像你每天在收看于老师的节目，我说我四趟全胜，你相信我的20%，你一定要赚得到，没有赚到。你对不起我，九威，你相信我的，最少你会赚10块。你这边去买的，你最少会赚10块。但是我要告诉各位，接下来会到哪边？我说每一次都20块、20块。我告诉你，只要突破会到哪边？好，你慢慢研究哈。不相信就慢慢的看下去。我都是先讲在前头的。那当然，第一段你没有赚到没有关系。这一段30%、40%没赚到，第二段。你再错过，快没了哈！你要自己看清楚哈。那为什么我请你来买这一档股票？因为我都有预告。诚如我讲的嘛，南茂有没有？我说外资卖不下去，涨停板，第一季赚3块。下个礼拜你看到报纸内容都在这边，我先告诉你，礼拜一、礼拜二、礼拜三报纸写的内容就在这边。那你来买这档股票，这是我全新锁定的。你来买这档股票。这一档股票，你一定要参与得到，因为未来就是它就是往上走，30%，你想要打电话进来，把电话拨通，把它带回去就对了。感谢你的收看，下周再见，拜拜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地震了，怎么办？一趴下，二掩护，
三，稳住抓住桌角。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想不想成为赢家？你自己决定哈。于老师永远领先市场，我一定都有预告，我一定都有预告，包括我所知道的内容，下礼拜的资讯。为什么我会领先市场？因为我知道啊，所以你要跟我做啊。那今天这个活动，一个月基本费，一个月基本费，就这三个数字，你要来问，你要来问问看。而且一个月的基本费服务你到七月，一个月的基本费服务你到七月，请你来电02-2365-9333，02-2365-9333。制胜关键，您需要领先的资讯，精准的分析，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。大来国际投顾，请直播02-2365-9333，02-2365-9333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Choose your own life. 鹅牌气密窗。这个世界太可怕了，如果我放弃，邪恶就赢了。来，小姨，跟老公走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没有关系，坐坐坐。不可以。哎，为什么不可以？小姨最乖了，跟老公过去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哎，为什么？老师说一定要走半耳线呢，直接穿越会很危险呢。哎，公司的，哎，公司的，走斑马线。我们穿越马路要走斑马线。打工亲个人。我不要。哎。